用半生终于再会你，用半生终于发现，明明尽了也能记起，当初一切仍然使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ngman 王建文，这首是为你钟情 Cafe I Do 的主题曲《尽头重遇你》。Hello， 你好。Hello。好啦，而家最快嚟紧就系有个音乐剧啦嘛，系，可唔可以讲下嗰个音乐剧叫咩名啊？系啦，音乐剧就系为你钟情 Cafe I Do The Leslie Jan Musical。系咩嚟咧？其实主要都系讲关于哥哥嘅故事啦。系咩哥哥嘅故事呢？就系、是、其实一班好爱哥哥嘅 fans 嘅一啲经历，而喺个剧里面去演出嚟嘅。咁其实我嘅角色就系我有个爸爸啦，咁爸爸留低咗一间茶餐厅俾我同我细佬嘅，咁我就系哥哥啦，即系我系一个哥哥，我个细佬。咁我哋系因为爸爸好中意张国荣啦，好中意哥哥啦，所以我哋咧就因为咁样而被影响，所以我哋咧会睇好多哥哥嘅电影啊，好多哥哥嘅经典歌啊。咁喺个餐厅结业嘅时候咧，我哋就好想搞一个 show， 就系去向哥哥致敬嘅。系啊，呢个剧会喺几时同埋喺边度上啊？系啦，呢个剧咧就系8月16日到25日咧，咁暂时系有八场嘅。咁如果买飞即系好多人即系嚟睇啦，即系爆摆爆晒飞咧，咁我哋就会再加场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大家想睇啦，想支持咧，就快啲去买飞啦。咁呢个剧咧就会喺西九嘅戏曲中心嘅，系啦，咁希望咧到时大家都快啲买飞，因为其实听讲其实买飞都几买得几多嘅。